就打，管他输赢。回佛甲，我有佛甲，有、啊、我 DC 不在 ，DC 不在。你不回了，你不回了。两个人啊，一个妖，一个双枪，切几个？尼诺必须打，龙已经快没血，他必须上去打，他只能着急开团，没有办法。当时就局势已经很逆风了，如果那条风暴龙不争夺的话也是输。你乾隆期的劣势可能导致你经济被拉到五千或八千了，你到十分钟之后的暗影主宰、暗影暴君你没办法去抢，你都看不着，那就可能会导致劣势越来越大。是，说白了你不能一直被动防守，你得找机会反过来来那么一下。哎，我性格就这样，预期战死在外面，也不愿意苟在家里等死，搏一搏还有机会，如果就把风暴龙换了就没机会了。龙该去，龙该去。等等等等，他们技能也加了很多的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有佛甲，我有佛甲，有闪、啊、我 DC 不在 DC 不在。你不回了，你不回了。我 DC 但是还行，但是还行。要打前排，要慢慢打前排。侧面一个翻滚逼出了萧绝的闪现，两个人啊，一个摇一个双枪，切死几个？硬切后排。技能交了，技能交了。看龙，看龙，看龙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应该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露娜，露娜回不来了。剩出神一个人，剩出神三个人中间，哎呦断大了，那坏了。你说吕布开场吗？露娜能摸到人吗？露娜摸到人，露娜都没有跳板，他上不去。吕布跳过去就跟生命开个二技能全部跑走了，他只能这样下去开团，然后吸引那边火力去打双枪，然后队友才好有机会输出，露娜才好吸人。下一把，下一把。杀掉了，哦，杀掉了一个盒。已经很好了，同学们，鼓掌！为勇士现在。上啊上啊，赶紧上！冲！你试一下，这是打的上脑啊！刚才也有。公孙瓒这个英雄，我觉得就特别看自己家的阵容和对面的阵容吧。嗯，就上下限挺高的一个英雄，拿到自己舒服的阵容或者对面没那么好打公孙瓒的英雄，我可能就比较自信一点。乔里，乔里，乔里，直接说，干他们，干就完了。这阵容咋打都能打，他们很笨，好吧，记住这件事。那个边路啊，中路出守约，边路去出一个那个人。哎，单点，杀了！哎，干掉，给单击过来，死了 ，nice， 可以。中路压，中上，中上，中路压。哎呦，一枪差点被点死。我们先往前，先往前，没事没事，慢慢来，没事没事。对，我觉得就慢慢在成熟吧，无论是教练组还是队员，大家都慢慢的成熟了起来了，然后彼此也更相互信任和更熟悉了。手上这么放松，感觉中规中矩吧，就新赛季希望自己还是能够不退步，然后能够一直进步下去吧。你觉得成都 AG 唱唱会在2021年春天的关键词会是什么？团结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们五个在场上，五个人的心都是一条的，非常团结。拿出来了！恭喜成都 AG 唱唱会。